都明白了。明白了，红利天照物。我明白。所以我买的钱比较吧。第四毛肉是要学着做一大票，我估计都能第四来嘞，我独立要学的钱比较吧。刚弄票，便宜吗呢？要少讲那边提前要路线不路撇撇多啊？谁能路线？中华肉地的酱油酱油地素多哪里啊？这到哪趟路讲那里面呢？这趟在大对面西的路呗，现在有阿泰比较这个这个，地铁名义这趟在大西的那路了有啥玩意？古阿罗，你俩谁的沿路线比较熟那路的密码嘞？谁的？名义苗岭塔嘞，一路朋友，一路啥人去摆去，一路 reason 呢？没加进，没路进，阿妈苗岭塔嘞，哎，大门撇拉乌路哎，有啥玩意？哎呦！稍微吧，啊，今天要谈到我的背奶了。对吧？对吧？